在我在这个区域呢，被这个中国人叫做红灯区啊。这个地方呢，黑社会特别多。这一家呢是这个黑社会经常聚集的地方。进去了。不过我现在来这边来战兢兢的。雷探长啊，终于死里逃生出来了啊！外面下着雨啊，首先要进去的时候要搜身啊。刚才雷探长进去的时候一段是中断了，就是因为要搜身，整个搜了个遍，然后盘问了遍，然后呢才进去。进去之后呢，我觉得里面比较混乱啊。这种混乱呢，用怎么去形容呢？很难形容，反正就是那种混乱。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保安呢，拿着那个手电筒呢，就是那种激光。绿色激光笔照来照去，十有不为就要照照他啊！里面还有两个美女，那两个美女呢是老大的两个女人，就是第一老大和第二老大，她们俩呢也是应该说也算是姐妹了哈。What's your name? Your name is Lana. My name is Lana. Lana. Oh. My name is Lana. 今天呢，我呢问到了这个采访到两位老大，一位是跳舞特别好的那个老大，穿那个。那个蓝白色衣服的啊，还有一位呢，就是白，就是那位长胡子的老大。Tomorrow is my birthday. Birthday. Tomorrow. Tomorrow. Waiting. I give it up. 其实呢，那一位老大呢，他今天呢过生日啊，所以雷探长呢。见机行事，给这个位老大呢送了一件生日礼物，让他特别高兴，又拍照又是这个那个。因为呢没有人给我拍，所以我就，反正就是他很高兴了啊，反正他很高兴了。现在呢，我出来感觉有一种逃离这个生死的感觉啊，逃离一个死亡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墨西哥这个毒枭呀，还有就是黑社会啊，杀人是。易如反掌，碎尸万段哦。所以说，我能够逃出来，真的是很吓人哦。逃出来之后，还要再盘问我一遍啊。那个保安，就是我一进门的那个高个子保安。这一带的所有这种公共场合，都有那种黑社会把守着啊，都是那种光头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显得很吓人一样，真的是很吓人，太吓人了，不敢往后看，不敢往后看，不敢往后看。Una limosnita. Gracias, que Dios los bendiga. Bonito día. Una limosnita. 离你的朋友近些，但要离你的敌人更近，这样你才能更了解他。黑帮也信仰上帝，他们会认为自己一定比上帝仁慈。Hi. I look this, okay? Oh, it's changed. It's love, ah. English love. Oh, 还真是 love. love you? No. No? Are you going to sing the song? One song? I'm going to sing. Si vas a volver algún día. No, wait. Si vas. Si vas.Dime, dime, si vas a vol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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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olver.